由行政院新闻局主办的感动100照片故事影片创作比赛网络票选开跑喽！线上投票从4月1号中午12点到4月30号中午12点截止。只要上网选出您最喜欢的影片，就有机会获得智慧型手机、电子笔记本等大奖。活动详情请上网 harvest.tw。